这里开局可能要撞脸的是空军，但是空军在这个鸟楼里面啊，直接去二楼了。空军说实话还是插眼黄衣啊，比较少见啊，他直接管这台电机。这个眼一插呢，这台电机相对修起来会麻烦一点。第二个人这里过去是佣兵，佣兵看了一眼，哎，算了算了，不要抓佣兵，不要抓佣兵啊！一般在我在打屠夫的时候，也是经常告诉自己啊，不要上头，不要上头。即使佣兵再跳，因为现在救人位可跳了，你路过他旁边，他还跟你，哎，这不骗自己吗？耶，等我，这个足迹没看见，这个先知的足迹他没看见啊，这么大一个足迹，再插个眼。翻出去也是一边，给鸟可以，但是给鸟的话这里没有插刀，然后这边再放一根触手你怎么办，对吧，他这里再放一根触手你怎么办，转向走，这个转向走必吃一刀啊，幸好他是插眼能够转进医院。刚才没看到这个先知倒是没想到，哎，这里绕圈圈啊，没下这一边，没下这一边，这里垫一下要往前走，对，他这个往后转的时候会被这个鞭子打中，但是这里翻下去还是一边没打中，因为这边有个加速，所以说没打中他。再下一根触手应该下在那个板子里面，板子外面也行，应该是能打到，哎呦，还行还行，这刀抽刀抽中了，还不错还不错，这个节奏抓人还算蛮快的，还算蛮快的。他这里应该是最好往佣兵那边挂，挂在佣兵那台椅子上面，对，这样说佣兵电机开不了了，又跟上一局有一点相似，有点相似。然后这里进行一波防守，如果能打一波双打，哎呦，这台电机就差一点点了，差一点点了，那还行还行，比上一把的那个节奏好，上一把那个先知是秒倒，所以说差还差蛮多的，这里第一轮电机都快开完了，佣兵这台就差了一点点嘛。好，谢谢墨子苏，谢谢墨子苏啊。来，我们继续看，这里打一刀，打一刀，这里能救下来啊，救下来，佣兵护臂拉掉，哎，这个护臂差点出事哦，这里强行把这台电机点掉，可以，我就倒这里了，哎，我就倒这里了，你继续挂这里好了，外面两台机，我们还有一个空军，还有个救人位，空军交一枪救人，这里先知的电机已经快要开完，我们就要看佣兵去补的那台电机还差多少了，佣兵和空军两个人现在在开，这一把求生者感觉很有机会啊，很有机会，哎，这里要把这个触手拔掉，对，看一下空军理论上面来讲应该是会有一个搏命的，这搏命就救下来上椅的时间再加搏命的20秒，等会儿这个小美男为什么他们要两个人一起来救，这么不相信这个空军吗，哦，空军没搏命，怪不得两个人一起来救，他们这里是单搏命，一边没打中，空军有枪，咒术师有锅，三个锅还是，这里最好的情况是咒术师先交锅，对，交完锅，交完锅等时间到了再给枪，一边电机好不了，电机好不了，这个枪给的也太快了吧，这是快枪老太婆，上来就给枪的，看见人就给，生怕自己打不中，哎呦我的妈，那保平还是有机会的，切了个传送过去守电机，说实话刚才我觉得无论如何不管你有没有搏命，这个佣兵都不应该一起过来救人了，你佣兵不过来救人，你空军救下来拖一拖什么的，你把电机拖完是有一面的，不要吵你嘛，啊，这一局就没有了，这样说电机被守住啊，这个屠夫就给有机会了呀，那就不好了，我们继续看那个，啊，我妈妈来了，所以说尼莫以他的方式在欢迎妈妈啊，看一下这里，两个人在修，电机能量，
这里其实刚才我觉得屠夫更多的还是应该锁定电机会更好一点，他这边传送还差40秒，理论上面来讲大免是个平局，大免是个平局，电机直接亮可以，这手电机亮的还是可以的，没有任何毛病，反正就先在这边拖嘛，看能不能再拖出个鸟，这里先给一边，然后触手继续放地窖，倒是离得很远，这边要转进医院了，转进医院的说话黄衣之主不太好弄哦，门开了以后佣兵甚至可以过来帮忙挡刀啊，门开了以后佣兵甚至可以过来帮忙挡刀，触手打不到这边，这里等会儿，这佣兵呢，佣兵在哪里啊，佣兵为什么在后面啊，佣兵手上没搏命啊，你躲下去啊，妈妈一张狗狗嘞，啊啊啊，为什么佣兵会在后面啊，佣兵刚才如果在门的说话挡一刀还是可以的，